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协委员的驻地之一丰大国际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，今年两会采访继续沿用去年网络连线的方式。现在跟着我们镜头去看一下进行网络连线的视频采访间长什么样子。在政协委员的驻地，一块蓝色背景板，一台电脑，成为每个采访间的标配。这个采访间这次就是由我和我的同事负责具体的搭建拍摄工作，摄像机、灯光、电脑，一个采访间就像一个小型的演播室。尽管不是面对面的实际采访，但采访的效果绝对不打折扣。网络视频采访间高效率的背后离不开高速的网络，下面让我们测试一下现场的网速有多快呢？每秒传输十兆是什么概念？一个一 G 的视频，一分半钟就能传输完成。在我们的采访间，前期已经搭设了网络专线，以保证会议期间的素材传输。特殊时期下的全国两会，防疫工作仍然是重中之重。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，在采访间有哪些防疫举措。在采访间使用前后，我们也会对采访设备进行消毒，并会请驻地的工作人员对采访间进行通风消毒。在视频采访间，台前是政协委员面对镜头发表真知灼见，幕后则是中国高科技的支撑，是中国高标准防疫举措的支撑。又一次全国两会，让我们透过镜头记录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履职故事。